哎，儿子，你看看你爸爸这行不行啊？帅不帅啊？啊，不是，是不是不给你丢人吧？啊，你看看。没有。你别听了，烦死了。你妈怎么还没好啊？墨迹。哎，你看一下你爸爸，你给我点意见。哎，你转一圈，你转一圈。太阳打西边出来了，你打扮了，这好看啊，这好看。今天不是孩子最重要的日子吗？不能去给孩子丢人。喂，你好。你好，我们在招聘网上收到了你应聘骑手的简历。没问题，明天就过来面试吧。详细信息我发给你了。啊，行，好的好的，那我看啊。哎哎哎，谢谢你。哎，这有好事啊。那你快。哎，不是，你帮我看一下，我这衬衫不舒服，感觉特别大。你看袖也长，肩也垮，你就是不好看啊，不行吧？你要觉得穿着别扭，要不就别去了。什么叫我别去了呀？怕我给你丢人啊？不是。你不是总三缺一吗？省得耽误你发财。再说了，幼儿园反正你谁也不认识，我和凡凡去就行啊。你不让我去，我偏去。我告诉所有人，你是我老婆，他是我儿子。啊，行行行，啊，那你要去就抓紧时间，你回去把衣服换了，行吗？那我换一件衣服，你等我。啊啊啊！等我。啊，行好。哪件啊？啊，熨的那件。哪件啊，到底？不就只有一件是熨了的吗？最旁边那件，你的衣柜。哎，是不是这件啊？我，沈林。哎，沈林，干什么？这是三个字，怎么打开啊？一、二、三。李非凡妈妈，我是希望妈妈。不好意思啊，上次在我们家门口，我以为你是来应聘的。我知道我们在群里之前有过争论，既然大家都见面了，我也想跟你解释一下。你不嫌我无赖吗？有什么可解释的？其实视频那件事情，我确实觉得您的做法是有欠妥的，你这样解决不了问题，反而有理变成了无理。你不要跟我讲了一大堆大堆的大道理，我听不懂。我就是个粗人，我只知道我是实实在在去为我儿子为大家争取了。你做什么呀？光说没见大事。可是你争取到了吗？还是说就像你自己说的，争取不到，你也可以争取到个赔偿？我就是为了赔偿，你自己说的呀。行，随便你们怎么想。哎，那个赔偿要真下来了，你那份敢不敢给我？我们说的是一件事情吗？父母就是孩子的镜子，你作为家长，你这么去闹，你让别人去怎么去想你的？你不要觉得你多读几年书，文凭达得高就有什么了不起，好吧？我不知道什么格局镜子，我只知道我儿子是天才。拍你吧，哎，为什么不拍啊？哎，全家福都不拍吗？走走走，上班。拍拍拍，来，请看镜头，来，二、三。你啊，在外面会留着面子呢。你要觉得我丢人，这家你就别回。站！李湘，你有什么冲我来啊？你要敢动我，放掉韩梦，我跟你拼命！干嘛呢？装死呢？练的把门锁起来，什么意思啊？我告诉你啊，沈小燕，这次你就过了，知道吗？我也是人，
两口子怎么回事啊？这现在越闹越离谱了呢。家教所帮我打110啊！打什么110啊？没见过两口子吵架，少见多怪。不是我是他，跟你进去。两口子吵架还能耽误我们休息？然后刚好现在哎，然后我们看一下那边，麻烦。妈妈，你看，他们在玩机器人吗？Hey, my fellows, am I right? Look at this. Use your imagination and open your mind. 哦，那个，我们的 STEAM 课程它是一个完整，要不你看一下？这小孩真不得了啊，居然听得懂英文了。Hello, lovely boy. 有没有兴趣跟我们一起玩机器人啊？你看，好多小朋友在玩。妈妈，可以吗？可以可以，好吗？Hey guys, what's up, little boy? Do you want this? Okay, just take it. Now it's yours. Come and play with us. Yes? Hey, he can come with us. 那我问一下，这个学费多少钱呢？我们今天刚好店庆活动，打完折啊，一节课380。打完折还要380？是的，我们的课程设计得非常好。可以全外教授课的，宝妈，要不咱们先试听一下，然后再决定啊。宝贝，跟老师一起去玩机器人，好不好？不要了，我们课程我快走。凡凡，你不是很喜欢那个机器人吗？我花那么多钱才能拿到一个机器人，太贵了，我不要了。儿子，现在外面的培训机构啊，简直是吓人，打完折还要那么贵，不抢钱吗？你就踏踏实实的逛逛夜市，逛逛地摊，十几块钱给孩子买个玩具差不多了，上百块买玩具，我看你脑子抽风了吧你？你哪只眼睛看见我上几百块钱给儿子买玩具了？我是要给儿子买玩具，但我儿子心疼我不要。我这辈子最大的福气就生了个儿子。凡凡，你怎么不吃啊？你小子不会是想去那补习班吧？没关系，去，你们班别的同学都去，妈妈也能让你去。臭小子，你跟别人家比什么呀？别人父母赚多少钱啊？你爸妈赚多少钱啊？上万块钱去什么培训班？你脑子比你爸还精啊！不要这样跟儿子说话。凡凡，咱们就去那个培训班，妈妈能让你去那个培训班，好不好？咱们凡凡去那上啊，学的比别的小朋友都好。自不量力，哼。